爱不够多，透支了太多借口，等下车流入萤火，点亮。明天我就要和友善去领结婚证了，我和珍珍就不可能再逾越朋友的关系。我真的不想，我真的好想抛开这一切。你放开！小善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若无其事的问候，我自己想了很多，是我的错，冷却你的执着。你眼深藏对我安静诉说，后知后觉。真真，要我把你从我的生命中抹去，这真的太困难了。附在我的耳边对我说了抱歉，昊天，要我把你从心里抹去，这真的太难了，这真的太难了。那些年我们携手，都过去了，不该想的就不要再想了。喂，珍珍，你在哪儿？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明天我跟友善就要去领结婚证书了。好，那恭喜你们了。不过明天我没有时间，就不去观礼了。我不是要你来观礼，我是想明天之后我跟你就再也不能单独见面了。也好，不过我想我们以后应该连见都不要再见了，免得友善会再误会。所以我想知道，我能不能再做一天属于你的钟浩天。我在梦里听你说抱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，也许是你引起了我对你的好奇心吧。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做一天只属于我的钟浩天。以前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，答应带你去的地方都没去，今天就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要满足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当做是我这个在婚姻中不尽责的丈夫送你的最后一个礼物。好，那我就收下它。那从今以后你再也没有亏欠我，也不要再觉得对我愧疚了。想从哪里开始？就从这儿吧，走哪算哪。哦，回来了。安呢？友善，你快过来。我跟你说呀，我刚给他吃完药，他刚刚睡下。
这孩子最近老发烧，那天我不是带他出去看医生吗？大夫说最好能验血检查一下，我就答应了。验是要验的，总不希望他出问题吧？是啊。昊天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你和昊天不是约好了在婚礼现场见面吗？怎么你没有碰到他？他说他临时有事去工地了。不行，我打给他。怎么，昊天他没有接电话呀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友善，你别着急，你不是说他去工地了吗？可能太吵，他没听见。要不你晚些再打给他。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煮点面吃啊。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明天就要领结婚证了，难道他想临阵脱逃？不会的，昊天不会这样做的，他答应过我，他说到会做到的，他绝对不会不顾我们母子的。好了，现在没人打扰了，接下来想去哪？其实我们今天玩的已经够开心的了，已经够了，快回去吧。可是我答应要陪你一整天的，现在天都还没黑呢。昊天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做，我心里面已经不怪你了。我不管以前你怎么对不起我，就在今天，就在这一刻，就让它烟消云散吧。那以后也希望你跟友善可以去共同创造只属于你们美好的未来。真真，昊天，这里虽然是我们两个婚姻情缘的终点，但是也是我们当朋友的起点啊。好了，就在这里分手吧。来，祝你幸福。好。
身都湿了。来，坐。哦。这里好像没人，在这里避下雨。哦。啊切。冷吗？这样会好一些。嗯。啊，昊天，你看这里像不像我们的秘密基地啊？像我们以前还没整理过的样子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我知道你心里面还爱着我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拆散我们？因为我不可以再因为爱你，用自己还有其他人再受到任何伤害。真真。发烧了。真真，你坚持住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杨真真，杨真真，你给我出来！杨真真，他人呢？你也看到了，他没在这儿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是他男朋友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是我是他男朋友，但我又不是他的监护人。真真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她有她的自由吧。你就不担心吗？万一她去找昊天，跟她死灰复燃了怎么办？该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该是我的勉强也没用啊。你硬把她拴在身边，昊天累你也累，幼山。我是问你杨真真的事情，你为什么硬是要扯到我和昊天身上呢？我问你，杨真真是不是跟昊天出去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幼山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我为昊天付出青春，付出一切，我还为他生了小孩，这都是爱。那是占有，那不是爱。爱是什么？爱应该是宽容，不是宠爱。爱应该是包容，而不是放纵。应该是相互牵挂，而不是单相思。爱也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和牺牲。
爱的回报就是让对方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。因为对方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，对方的幸福也是你的幸福的。好了，说到底，你就是想让我放弃昊天，成全他们是吧？也成全你，有善。不要把自己的未来绑在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身上。你不要再说教了。我明天就要跟昊天结婚了。从明天起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钟太太。那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。好。我是应该对自己有信心，我是应该相信昊天。说不定他已经回家了。我现在回家去找他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